就是互相正定正觉嘛吼。自觉即是觉悟，超越六道凡夫的覆盖，叫阿罗汉吼。达他就是觉悟，就是刚经说法所来的觉悟，这是自利利他，这个叫做离相菩萨啦吼。觉悟，但是觉性本我呢，这讲叫做啦，这就是伊会变成佛啦吼。就是讲自觉，觉他觉性本我，吼，这个叫做啦，这个叫做佛，伊是自觉，吼，就阿罗汉，觉他，你跟你自觉名。你不是跟自觉，你也跟佛法一切众生。那自觉觉他无妄我，叫做啥？啊，自觉觉他啊有妄我，啊叫做佛。跟你讲起就是，这部分就是咧来解释对啦吼。但是中国人，咱中国人吼，过去因迄不离印度叫做佛陀啦吼，叫做佛陀耶，佛陀应该比你。这个分，哦，这个格，离印度来个讲起，不多的就是咱讲叫做，哦，啊，叫咱叫做格，唔过咧不多的叫做三义嘛，哦，佛陀耶，唔过咧叫不难，他有讲啦，干过了，到尾头叫做佛陀，哇，啊，跟住厉害，哇，啊，起码咧。两字嘛，对啦吼。即个这个道就是个批评掉了，啊，变成字啊，叫做啦。哼，就咱讲叫做分盘的啦。三字字，互你夹到成一字啊，吼安尼。所以咱叫做分，其实咱要甲讲起来，伊本意叫做分道言，伊咱叫做叫做夹，安尼对啦吼。啊，所以呢，翻成分，啊，所以叫做功夫的自然嘛吼。即个来个第五。在孝义城以求一波多完啦吼，哦，当然这叫做处成就，或者是处所啦吼。当然，那你讲讲孝义城，哦，这个孝义城，你咱哦，这个南关州啊，咱的中国话啦吼，叫做啦文物，啊叫做风格。孝义城，孝义城是啊，关州咱的中国。啊，叫做文物，啊，叫做风景。什么叫做文物？就是讲当时，咱今日地球叫波多湾，这个景象，离当时泰国，离当时迄个印度的中国，但是这个所在是一个作文明，啊，物质作丰富，哦，啊，因为当时的修炼的途径作者，安尼感情叫做文物风景，好，就是讲。物质作丰富，特别是讲修行的途径作浅。唔过呢，你这个时阵，咱我捌听讲啦吼，讲当时啊，这个啊，这个地球叫波动，这个所在啊，我当时的外道的迄个飞过图啦吼，来个是破坏破坏破坏啦吼，啊破坏干啦，迄个所在啊有，但是呢，迄个景象拢无去。从不一条啊，破破烂烂啊吼，一条里的所在，啊，迄个所在真无真了啊吼，以世界作者迄个和尚啊和尚啊吼，成作者修人，别个人，把拢去阿咧朝圣，迄个所在叫做一个圣地啊，哦，迄个所在叫圣地，啊，所以迄个下位国，咱为着写得到，迄个下位国，就是伊是一个哦。那人家讲就是讲，伊指就是一个啊，你迄个哪样？迄个京都，迄个京都就参照讲北京的迄个京都，还是上海的这京都，还是像恁台北市这京都，较属于这，唔是属于一个国家安就对啦吼。你也像这印度这边的话吼，这印度是了14亿人口吼，要是一个京都的就对啦，吼，是要以前叫。伊是咧四川国，是咧四川，迄个京都语言啦吼。但是基丘吉波多湾，吼，迄个基丘吉波多湾，迄个基丘基就是讲基特，这个基啦吼，这个基，这个叫做基特，
立德太初哈，那这个跟火不用讲，好，五祖长者哈，哦，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艺术，哦，这两个讲咱听有啦哈，立秋就是立德太初，佛罗斯王的一个囝。叫做基德太祖，伊报喜的期望，急就是急，这个急这个急，急孤独班，就是叫做孤独中心，完了了啦，不可能因为这有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不讲，安怎人知影啦吼？当时，伊那迄个啊，这个普罗斯瓦，迄阵当时甲对方见经，啊见面了后。因太太个好怀孕，啊怀孕生出来囡仔，我甲叫做基德太祖。啊基德太祖啦，反正咱中国话叫做见贤，见贤的贤，见贤，就是见到圣人的历史。所以基德就是太祖，基德的见贤历史，与印度叫做基德，与中国话叫做战胜。啊因后尾当中方对这个。官方修塔，啊修塔，啊抬了圣女堂，啊所以呢，把这个因太太怀孕生出这个囡仔，叫做哪？叫做见贤安乐殿哈。啊，第二他说，孤独完，这个孤独，伊里伊叫做释达多，唔是释达多哦，释达多释天王的分，伊叫做释达多，伊本来伊人叫做须达多啦，哦，是释达多哈。啊！但是这个须达多，伊这个人做善的，嘛这个人伊年做个白富，啊，伊东西嘛做官，啊嘛贪做个钱。唔过这个人做善，因为伊那离近迄个地方，哦，伊那看到迄、那个啊，这个老人啊孤独，啊无人来受个照顾，伊年伊在那偏偏做一个所在的产业，咱今年讲讲叫做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老人院啊，老人哦，啊，那囡仔，就生生过去，生生一大堆，啊，无人要饲，伊就甲捡捡这个孤儿院啦，吼、哦，啊，所以呢，因为这个孤，这个孤就是孤儿，独就是叫做独夫，就是叫做老人，老人就是讲，今日个视线拢无伫个，哦，啊，无人照顾，安尼叫做独夫啦，吼、哦，叫独夫，哦，啊，所以呢，为着要纪念这个苏达多。所以电影呐叫做孤独中间，这个艺术是安尼来啦吼。那以前有一个典故，就是讲当时，那那个贡献，迄个时阵，迄个啊，这个孤独中间，因为要甲伊后生甲提亲啦吼，要甲伊后生说，啊，伊这是孝义城，按后生还是王下城，迄两个城都是城啦吼。啊，因为透早。哦，啊，就去到的时阵啊，因亲戚，因亲戚叫做三堂呐，啊，去到伊遐的时阵，哦，啊，迄边就带伊去个所在，但是到天光第一日的三四点，因亲戚当中诶，就八个当中内面，哦，啊，就规个内面发动啊，扫啊，就清就对啦。唔管咧，我着用只着咧想讲，啊，阮亲戚当时咧想讲，我今日要提亲。啊！今日伊在下场中呢，透早起变甲一清气。当然，甲天光的时阵，咱高头中者甲问伊个清气身份啦。清气清气，啊！你下早透早三四点个，大家起变下归来，伊遐清气啦吼，是毋是为我提醒伊来啊？因清气甲身份啦，都唔是，唔是咧今日伊在提醒伊啦，因为我要结婚。引火啦，要请婚来咱家啦。啊，当然，因我都听假，因伊啦，本来是做善心、做善良，又去听着好饲了鸡毛疙瘩，哦啊，结果就好气个，哦，不是做伟大，啊，你会当请婚来恁家哦，哦，啊，你当中呢，有够好对啦，啊，安尼我唔来当结婚未啦？啊，当然，迄个我都听假，伊亲家生产啦，你是。亲戚三堂啊，我讲，婚吼是平易近人，平易近人啊。新人是万个袂当避免着啦。伊讲那安尼吼，我是有这个当来去，会使，婚就直接行，
阿伯就讲，阿边个厝，就是不能在所在。哦，迄、那个哦，怎讲个？啊，就是起心就是重要的，因为咱呾，呾咧对一件代志，咱个心哦，去无上无毛病吼，啥物代志拢无病啦吼。重要咧，啊，重要看不多几年啊，有几多是重要咧？啊，当然讲，去一年做重要，当然要一节礼啊，当节礼啊嘛，啊，不多嘛，听讲，即个来，哦，而且个气度，哦，而且个气度，啊，当然伊嘛，伊个人当然不只是性格，性格怎样，伊来是甚物气度，哦，安尼对啦吼，所以要当恭敬个说法，你要恭敬说法一段当中，过了这个波尊者吼，我马上进阿罗汉的四个。会超过逆流呢？伊马上就心灵之流呢？就讲我过了不得，讲这道理才能够。我你讲是我是人听，你佛道理来咱来讲啊，少为啥讲吼？阮少为啥？会人吼会当有九十万人口呢？啊，若安尼当中呢，会当离近啊，足济人呢？我当然佛道的时阵，就甲讲讲袂使啦，我到底嘛是讲经说法啦。但是我欠你一个人命呢，我欠一个，我欠一个人命呢，七两百五十，我一个人命呢。但是各位同学，你不能带，你不能带，你有我的本钱。所以呢，会讲带了，可以。你各位同学，等你了后，一直开始，一直吹对，吹谁给谁。吹着那小新闻刷的这特别形象啊，安尼吹，吹了这点点都吹什么人诶？都吹着伊怎么太做这个功名，都吹这个功名啦。啊，你讲看，皇帝叫你卖地无？皇帝叫我卖地啦，要摆地、摆家产，要要钱、马有金、马有什么物件嘛咯？唔故意我都看一个就上顺，都有水骨啦，有青蛙，有小山轮。我这边到很多的时阵啊，哦，啊，这个现在经济还在往好嘞，硬要甲买一块，硬要甲高价，啊，较高价，因为当然，各种中间的成本是迄种无谓，迄种不实。但是记得太叔，伊在小的时阵，各种中间迄个成本，哦，有听啊，那无听嘞，嘛无啥那个在，甲高价，高价，嗯，啊，高价到尾啊。咱人互相到外去，起码是来听。我都唔理啊！你两个关系，还是新婚人关系，我那个说，一片是百万几块无？安尼啦，吼！啊，你若买到阿妹，讲个话，讲一个互伊无买买啊！讲你若真正爱我这块地，黄金铺地，你若铺会低，我就卖你。我安尼，这欠税了吼，太是欠税咧。个人啊，好，一个规定。我就定在面顶土地，所以等于了后，伊把伊十几个金库拢出来拍开，甲包括将来长鼻箱、迄长鼻箱、迄树车、鱼车、那只鱼车，迄个树车叫伊工人包完出黄金，转车车就去把迄块地甲铺地起，甲铺地起了后吼，去甲伊就开始黄金去等。地我要起来去收钱，哈！我还没开玩笑，你面子起来啊？太叔在使开玩笑是？你未来你做皇帝会使开玩笑是？所以无未来袂使咧，啊未未嘛袂使咧。迄阵太叔就开始用心啊，哦，对你是有甚物好处？太无我这个土地袂使。啊，甲问讲，中介中介，你是为安怎无我这土地袂使？伊讲吼，你这个方面对我来讲很代表。我这所有黄金，若要甲讲起来，我四条拢无。我一个人，我一个地嘛袂着。我种遮侪花啊，啊，我遮十几个，迄金库的黄金我遮侪，但是我死都是我带来的。但是我来当用这黄金来换这个金霞来学佛道，或者当金说法。哦，比我这十几个金库、千几个金库、万几个金库较简单，所以我就无什么物件。哦，记得太叔讲一个，哦，阿达，你吃
那你跟我讲，跟我讲，我咧两个合作，树啊，他讲过世，啊，土地生意过世，恁两个合作，啊，唔给你开店，我无啊，我无给你开，唔给你开啦。哦，迄阵庄稼哦，或者庄稼，等他立得太粗，打成蛇眼，你听无？就真正唔给开店，两个人合作，你迄个地甲起一间庄稼。不过古的当中，真正叫起好去啊！因两个从一个公社城去请过来，把整个的故事、把整个的代志拢讲话时阵啊，这个不得听，不得嘛听啊，出感动。讲哇，你得太粗，隔壁的时阵，我从乡下发现，你有这个心，把这个土地哦，这个希望政府过心，所以迄个一年当中。不得得个定名讲，举手家己头前，孤独唔家己后壁，叫做举手即孤独。这个故事是安尼来啦。所以反正我拢想讲啊，我一家去到花莲，到宜兰，后者等等，一间厝我又开7000万啊，开7000万，啊内底真阔，啊起到行路去，啊恁无你要多少年？等等，等等。等等你进来做古董哦，唔知蛮好嘞，对不？啊，做古董就是讲，可能会在一些公共场合，啊，甚至在多些吼，哦，做一寡生肖咧，办个咧，但是伊有兴趣咧，伊嘛想当伊咧，咱这两日的迄个，后尾排吼，的迄个，个11月比较的迄个研究会，哦，等等。伊要来，按太太旁边来，按后去传一个从，我听讲伊一个中介啦吼，讲闻那个时阵啊，声音足好，啊后尾传来，咱我甲先做，安尼对，我安尼，我甲当然很大个，因为伊迄个所在，伊迄个所在是咧，人讲一句讲迄个个，咧接一些宾客啦吼，伊是生意人嘛，啊有啥贵宾来啦吼，到伊人啦吼，即阵伊人我拢有啥迄个伊人温泉啦吼。伊去搭迄温泉，迄个拢是一个观光区嘛，哦，就去一个，所以迄地拢四分地，我去住一下。啊，所以呢，我讲，你若当安尼啦，哦，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物件。啊，所以迄个苏达多、徐达多啦，哦，那反正咱中国变成好事，好事啊，吼，好事。啊，所以呢，这个结果，哦，啊，咱什么，公庙啊，这个免得公庙物件啦，哦。叫我拢有甲拍起来安尼对吼。那因为这个啊，地球结果不完吼，但是后壁一个叫做叫做处成就，那呢叫做物来必究竟，定七两百个万古哦，这个是啥啦吼？当然伊有处成就啊，即马来这个叫做成就，物来必究竟。吼、哦，这个大必求将啦吼，这个大就是叫做非小向大，所以咱看到讲必求的必求，到底叫做大，伊个东西，咱咱是千两百五十人有这点人，这种是迄个叫修外道的啦吼，都修外道，哦啊，伊个当中有很多，甲倒来哦，这个叫含修行。啊，所以呢，你去的当中应该一定活到，哦，那要甲讲起，过去拢是有小心法，但是到尾哦，佛陀那个多啦，啊，你咧经过经过的上来，这当中呢，大大下一个叫做大，叫做回小向大，就像是我们今日的回青老板，啊，青老板比如讲啊吼，打算青老板去，哦，啊，到的时阵啊，创新都要青老。但是创新的你的前景真好，感觉袂好，感觉袂歹，但叫安尼人啊，后摆因啊，伊伫创新的前，伊虽然讲也袂清楚哦，但是反正伊的意见嘛，无输者清楚了吼，啊，就无创新起来，啊，这个回小向大，安尼听啦吼，你讲一个方便，回小伊本来是小心，但是无了这大心发挥上来对，安尼叫做头前叫做大。这个艺术，这个叫做反法全法，这个叫做全法全小方便，这个是全法哈。所以讲，有的这个方便法可以当成这个艺术，
但是 PQ 哦，伊在 PQ 上顶，迄、那个 PQ 内底当中啦吼，迄、有一个三意思。迄、那个 PQ， 伊里伊那有顶尾一个叫做比丘塔，所以你若去到泰国当中吼，泰国的查甫人，拢一定爱去做做和尚，吼、哦，拢爱剃头做和尚啦，啊，查甫就无啦吼。因为泰国虽然是叫做小圣啊，这个啊佛教，但是泰国因为伊查某的，你真正泰国庙无查某的出家，你泰国庙边啊，到有一个叫做哪，哦，到有一个叫做尼姑庵啦，吼、哦，尼姑庵，就是讲你今日你袂当住内底，甲在和尚做个修行，你今日你边啊，就起一个尼姑庵，你家己住咧修行。安尼对啦，啊，所以呢，伊哩因泰国人是无查某，好无查某，啊咧，做尼姑啦吼。不过伊哩即摆有查某咧做尼姑，但是伊拢无哩迄个条件，就是讲足清楚啦。啊，所以你讲 BQ， 迄、那个 BQ 呐，伊翻做即个中国话啦吼，伊有三个意思在内底，一种叫做堕，一种叫做乞丐。叫做破恶啦吼，破恶。先叫做破魔，破魔叫做哪？叫做吓一跳。再吓一跳，伊个呢进入叫做三界六道。啊，三界六道，伊个伊个主席叫做破邪。哦，破邪呐，刚才讲啥？伊个过来啦。但是伊个你哪边去做 PQ？ 做 PQ 啦吼，伊个你爱经过 PQ 谈了后，去到游戏得翻。哇！这一句话，讲你三界六道，你跳出另外一个意境去啊，要做小乘阿弥陀去啊，你是三界六道内底啊。啊，三界六道叫走一个出去，吼、哦，因为迄个吓一跳，唔敢人听哦，就趁着你的查某囝要嫁，啊，你的查某囝要嫁啊，对不对吼？啊，嫁是好事啊，但歹事，啊，但是有经常咱目屎搞方便。唔敢嘛吼，唔敢嘛，迄叫做哪？迄叫小人。虽然我今日迄个当中，这是好代，因为伊要去做阿罗汉，要修善，肯定是。但是因为利益三界，这个六道所管的迄个破碎的这个当中呢，伊唔敢。哦，安尼叫做吓一跳啦吼。乞丐，迄个乞丐，唔是叫做乞丐，咱来听好。迄个乞丐，就是讲我有钱，我有地位。但是因为我甘愿要来做和尚，我甘愿要来进入比丘塔。但是你的财产要写出来，你袂使家己享受。迄、那个书是多少？迄就是讲大拢要收钱。你今日你袂使家己入去庙寺内底，你家己作些财产，你家己多享受，安尼你唔是咧收了？你家人拢要收钱，你嘛袂使结婚钱，哦，啊你嘛袂使有你的财产钱。人咧去，人去咧去，去死的当中，硬甲人行。你就说我有钱，我住游戏内底当中，要养尊处优，无这个道理。但是有呢，这游戏有呢，有钱人，因为伊有啊那游戏吼，哦啊个其实我是那游戏吼，啊游戏微商，啊游戏主持对我足好个，哦钱其实我感觉他就对啊，贵气是无，落爱烧香，啊不然咱叫他修炼。你修哪能甲变变呢？袂当讲你靠我发卖呢，无这个道理呢。袂讲你你行七公里，去到七公里，啊你去到我家呢，无迄个物件呢，大家拢会烧烧香呢。你烧到是佛道，哦，坐即阵啊，出入公馆，佛道本身来坐堂呢，好、哦，佛道本身坐堂呢，唔是讲你佛道当大吹大妙事呢，无迄个道理。所以迄个乞丐。就是讲，你有钱是你家的，你今日在修行，你所有的财产都来关注，干哪些事？哦，啊干哪些事？干哪坏？干啊处的去的分分处分是必修，哇，实在是负责而责，不要干那些事。破当然，啊，咱现在讲的，迄个啊，这个破就是咧讲啥物件？哦、啊，咱这个书就是咧讲啊，这个。啊，这个有道德的迄个技术啦，吼、哦，啊，这个出家人啦，吼、哦，破就是咧讲，
财产拢爱烧掉，因为咱大家爱去这个提挂，啊，去化缘，哦，你今日破除烦恼的就破卡，哦，这个破，你今日去也要做比丘，你今日去也要出家，你今日去也要出寺院，你袂使够烦恼，你袂使够恶法，恶法就是讲下劣人啊，下错人啦、啊，下劣人啦、啊。哦，哎，那是恶业啦，恶口啦，妄心啦，妄言啦，欺义啦，贪、嗔、痴、色、妒、淫，这种无，这叫做恶，这叫做恶法。所以这物件拢要去除掉。哦，所以咧，你咧在这当中咧，哦，你那安尼当中咧，你无破除你这个这恶法的当中，你会当消失三界。哦，所以你这当中咧，这叫做破恶。恶就是叫恶法，也就是烦恼，哦，也就是烦恼。所以必修，前面有一个代，你准备好我给你解释了，吼、哦。要代必修讲，微小向大意思，啊，就是讲你，你有小善，啊，要进代善啦，吼、哦。这个微小向大，所以代必修从顶，迄、那个上，哦，是指啊，这个经。啊，精结就是叫迄、那个精结，就是讲叫做精的意思。反正中国话叫做大笔啊，大笔修正安尼意思啦吼。迄、那个上上的意就是解释叫做和合众，和合众就是讲离合的数，伊内底有离合，离合甲数合，有这两种合吼。什么叫做离合？什么叫做四合？啊，就讲咱的想法，这个物件大家要想，学道理，这个拢大家要想。四合就是讲离迄个四，大家拢爱。所以你到上面底当中闹起啦，六合身。哦，啊，六合身的内底当中已经啦，已经改合同修啦吼，发现那是不下吼。哦，六合身两边当中，一个身口意借见力，哦，这个的六，啊，这个身口意借见力这两种，就是讲身合同住，那个、心跟它爱合啦，跟那么当中中断的所在，叫做身合同住。但是呢，我跟你讲，口合无争，那就有水。爱和大无精啊，迄、那个精无无正义的意思。那叫讲想欢喜的这个词，你有相信无？嗯。中国在是用这个词表达。啊，所以你需要在来对当中，那我呢，心派无人知，后边古人讲，嘴派盖厉害，有无？啊，所以你心派不能把你划掉，你不做错不能把你划掉。但你对你的嘴讲出来，咱就听袂到字。啊，心在嘴之下，你的心想按照你的嘴来讲安怎？所以咱要修嘴，所以嘴里是恶业的内底当中有分这四种言内底，啊，咱讲三言是恶言，哦，贪嗔痴，啊，四恶恶口用些妄言欺语，那叫做是恶业。但这个嘴内底都是恶言内底，所以呢。那你你迄个你，无进无入讲，表示啊，连贯的，上解决问题拢是你出，你个想法有影无影？啊，个人遐做好衣服来物件，个出去不出好，听做袂爽个哩吼。啊，毋然啊话着讲，啊我试过教你看下来，啊无我无我试过看下来，吼啊所以变成呐，讲话要小心，袂使讲话无小心，所以讲话无小心。然后呢，然后啊，一言人心方啦吼，啊，一言人分数，一句话，正话会当使我一个人拢哦，这个行动起来，一句话会当使我所有一个人拢摆掉，讲一句话好啦。所以我们来讲，身有同处，二来叫做口合无争，第三个呢叫做意合同业。意就是咱心意，心意。咱的意，咱的业和哪个翻译？业就是翻译的意思。我看你哪里少，你看我袂少。
안에 노예예요. 이게 뭐꼴이 좋다고 우리는 심기리 포마마 심기 포마리 밑까지 포마마 밑까지 하는 거 정해요. 뭐 통일 갖고 정해야 되나? 매학법과들이 그 부관시 것이 이해를 신뢰할 것이 우세나 우세는 거다기게 소위는 심 제대로 하더 이거의 통일 이리는 이나는 그런 그 친구 그 吵架 어 제로 동쇼 다들 이슈 학목안 할 때 당경에 이런 각그 석도 인공주 이런 각 제각 다이슈 자고에 넘어가 석가에 자고에 삼박에 시각 난 이루 꺼지고 메세코 엔지노 메세코 후모 메세케타모 메세치암 메세싱 싱히르나 我要溜了我都比赛新婚票比赛会抓什么大床啊都比赛哦那个公园的金枪开门的咱们开个好几金枪啊我们在那边装那金那边改的什么都有东西哦那我也不会比赛那我干啥等到我的台风他上班的膝盖底哦 那我改名啊，那我改名，我修，那改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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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번 거 남부 또 칠 나지는 내 자화지 자화지 감지해 구이 구이기기 사더인 몽 몽면 몽면 스토리 쥬 어 修理毛主席的修理法呢？哈，那安尼咱就改过，这个就改过，这个就规矩。啊，不改过怎么规矩？不就是规矩，规矩就是规矩。